哎，想得到啊。你说去，看看我这里多好，好个屁呀、啊！还让他摸。啊，西风。没事，还好打牌。还好。他现在会翻身了吗？那个女儿。会，真的。脾气好坏。真的。像他。像谁？我想说话痛。这小孩子碰不出来，就碰不出来。对啊，我什么都碰得出来。那只能让我碰吗？他们就碰不出来，他们就碰不出来。我说这是小孩，因为刚出生的时候有去给人家谈，他公公不是刚给人家算命，跟那个陈老板差不多。三点。不要。六笔，六条。我还在玩清一色、欸。你还玩清一色？太夸张了。没有，我已经清一四万了。嗯，这一块没了。嗯，这么多。嗯，这么多，我就不打这个北风。啊，对不起。好，北风。出完了。风。你还要去放烟火、哦？放。干嘛？在填什么？在里面。干嘛？东。没有，他们在测试。东东，你过来，我帮你喷喷。这是什么？你们要再点。哎，你们要小心哦。好，在下面。哦。去吧，去吧。耶。不。
去老卡，去老卡放放放放烟烟火。烟火。对。嗯。比那里喜庆的中秋节，所以他们都下去放烟火了。上吃下之摸，哇，那么烂的牌能玩起来，出哦，不多。分主翁，分主翁。结果，抱一个可以冲吗？冲换你死！真的，我是个胡说八道。冲！我先看一下。冲冲冲！这张我死。冲冲冲！哎呀，死就死了，没死哦。喵喂！条子条子都没怎么线呢，那你们大家到底要什么？冲冲冲冲冲冲！都没什么线，哎呦，老姐要让我玩吗？不，我来好好的。哇，你这样还可以玩起来？真的，啊、还好让我竟然玩到现在，玩到这样。不会专打，不然我就胡你七饼。猪八戒，好扯哦。告诉我，我就觉得很容易了。你讲一句，大家笑，因为你从刚才说打什么打什么打到现在，哎，让我们两家牌那么烂，玩到苦嘛，拿到玩到替的。你到底替什么牌？你听我这边的啦，听的。哎呀，还有发财啊！去啊去啊去！我跟你讲，你们打是对的，我听这个。真的哈、哦，你看我多聪明，你看我多聪明。真的，他不敢打，害我不敢打，我也不敢打。你为什么要把牌先出来？还好，害他好。